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是大年初七人日，祝大家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今日我们讲下时弟马国明今年年初和他的女朋友汤诺文求婚成功，可能今年内就会举行婚礼的了。趁着大农历年，他们两个孖住上四出拜年斗利是，又约埋铁马家族的成员林子善和王家乐团拜，但是就不见了郑家颖和唐诗颖，不知道郑家颖是不是忙于凑 BB 呢？见到汤诺文的无名指上面戴着一只巨型的钻石婚戒，一面幸福笑容非常抢眼。在这里阿 N 和阿 Lam 都为他们送上祝福，祝他们甜甜蜜蜜幸福美满。